我啥物时阵甲你讲我要啉水？我今仔超过伊，无提示去白底，你看，真正袂记得哈。哎，有影吼，亲像这啊，一天一粒啊，安尼补充22种咱人体无法度制造的营养素。啊，内面哦，这维生素 C 啊，用来抗氧化；啊，维生素 A 哦，用来增进黏膜的健康。你看，啊，你明明拢知哦，啊，超过伊放袂记。你即马是安那？自从哦，你做我客囝了后，你对我安尼愈来愈无大无细。哪有啊？啊，就亏你，就这父亲节要到啊啦！啊，这关键时刻吼，就要用这50岁以上专用综合维他命，提升活力、保护力啊！知啦，哦，你有影哦，别平哦，搁啰嗦你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但有希望啊！哎，大伙，我拄咧念安弟讲哦，伊愈来愈无大无细，啊，这是公司嘛，守一下规矩，你别先弄一下门诶。是总裁，总裁，我给你介绍一个。哦，等，你拄仔讲个好消息是要换新妇，哇、哦，你人袂安那？哦，靠，拜托诶，咱小浪哥哥胃口无遮尔好啦。安弟，你嘛甲差不多诶，咱下代是斗相共诶啦。我看吼，我也是先来转去。哎，你妈安尼啦，歹势啦。哎，是嘞啦，我拄只吼是咧公生起来啦。人我嘛是公生起来。这安迪啊，你认识噻？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就是。王总裁你好，我是渔港理事长的助理 Ada。哦，你好你好，来，请坐。总裁，代志是安尼啦。虽然讲木村理事长无法度正面徛咱这边，啊，不过伊也是希望咱会当卖放弃。有啥物建议是？我是建议勇士集团会使开一个说明会，啊，恁直接说好渔民，安尼就免经过阮渔会理事长这边。只是讲吼，恁可能爱较积极。其实哦，我甲人们为渔会出来时阵，就有这款想法啦。而且阮倒来就开始准备啊，不管是推动观光渔港，还是白所谓计划哦，拢全准备啦。阮理事长果然无看唔到啦，坦白甲恁讲啊。我已经替勇士集团做好活动中心啦，啊，恁吼随会使开说明会啊，差不多就伫3点钟了后，安尼恁敢袂？会用个，除了准备一下，就当开说明会啊。安尼吼，我做为经理。